OK， 我们现场所有人准备好啊，坐直，调整状态。哎呦，这谁呀？这么帅！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感觉太好了，当时就很兴奋，开心吗？第二轮送的鞋，舍不得穿，要让他签名一下，然后裱起来这样子。这是我们自己私底下送的小礼物，其他队没有的哦。我们要看的就是领队有没有心。当您上来的时候，你们就是有一个工作，就是不要让他很容易接球，不要让他很容易得分。你不管是谁，最矮的人。到这只要打五号位那边打一就给我下顺，就直接下到篮下，就不用管。我对队伍有信心，我觉得第一场比赛肯定是可以拿下的。对方给的赛制来了，哦，来了，马上我们就要迎接重头戏了啊！来来来，调整状态，所有人穿着黄色衣服的各位，大声的告诉我，你们今天支持的是哪一个队伍？我们让黄队一次冠军都不要拿到，让他们的比赛没有第一名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这个节目主要怎么剪接。黄龙来了，这就是灌篮的比赛现场。有请我们的客场队伍，周杰伦、林书豪带领的 J Team。是他们的主场，我的心情就是，哇，真的很累。有请他们的队员张天翼、刘星、杨鑫，全场都是他们的啦啦队，感觉到了我们客场的压力。杨正、汪真平肯定会有点影响，特别是从生理上面，因为毕竟是客场。他们肯定有他们的观众以嘘声啊，或者是有加油啊给他们。孙晨俊影响挺大，因为在他们的主场都是给他们加油的。哦、oh, ，We got fans， 我们有粉丝。周董 Jeremy，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出场的时候欢呼声这么小吧？我们不害怕，虽然是这个黄队的主场。哎，好了，接下来我得有请你们所有客场的球员和领队配合我一下。好，首先把双手举起来，堵好你们的耳朵，因为主场声浪马上开始。Are you ready? DJ drop the beat. 龙骑士的战士们，首先闪电赵睿，五位大师高梁超，砍分直升机杨浩哲，最快第一步西西，我觉
觉得他们今晚的气氛挺好的，在这个下场我们可以好好设计一下。篮球少年夏浩然，我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学生，尤其是当时听到他们在喊夏浩然加油啊，三号加油啊，哇，当时心情真的。地板流大师彭玲，节奏杀手孟博龙，超音速喷射机唐日辉，都是枪，都是枪，爱心献血车黄子恒，得分机器张宁，一号特工燕旭，牛牛杀手孟翔，雷神大刀，最强 X 音速著名阵，哎，这个啥呀？三挺了，挺了炫了，樱木花道郭红印，太夸张了。樱木花道，我童年的偶像都搬出来了。赏金猎人孙思阳，很多摄像机摆在眼前，感觉全世界都聚焦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。花太多时间看他们表演，希望可以赶快打篮球。我听说龙骑士整队应该是送给 J Team 有一个礼物，对吧？ J Team， 你们要站上场来面对。等着，没有转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刚刚做了什么？我们都没看到。你过来啊！过来啊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不知道，发生什么事？龙骑士已经成功的让他们不敢过去了，对对对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很好看，不敢转过来了。这样其实也能让大家有凝聚力，因为我们集体一块做这个动作，如果能够做得很整齐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你教我的那句英文就是 All show no go， 重看不重用。 Yes， 今天的比赛将由四角节三决赛。